好，今天是修习斋法第几天？第几坛？第五坛。第五坛。好，现在已经进入农历的十一月了。啊，农历的十一月，今天是修第五坛，接着还有两天就圆满坛。紫莲堂的这个活动啊，这个每一年的岁末活动，甚至于是12月31号的迎新送旧的这个晚会，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活动是气球啊，这个签誓啊，大家如果有参加过的这个活动，已经将近多少年我都忘了，好像有就是我们的岁末的。那二十几年啊，我八九年来，那年年底他就有，上次你们88年应该有。所以呢，这个活动已经进行二十几年了，大家也许都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我很认真的注意每一年的那个气球的签诗，预言新的一年的运气，提示大家新的一年的作为。很灵感，比什么都灵感。也许大家没有感觉，但是我很看重这个。虽然这些都是我随性写的，但是都是只有一个，然后放到气球里面，任大家挑选。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去年，这二十几年来的去年年底，我们站到台上，这最后的聚会了。按到台上，然后有人就拿气球给我，因为我们不可能自己去抓气球，已经站到台上，大部分都是人家拿球给我们，然后呢就抓了一个球，然后喊一二三，嘣，就拿牙签拿什么东西尖刺的就把那个气球弄破了，抓住那个牵丝线，嘣。我记得在这个去年的岁末，气球一刺破，抓住的牵丝一打开来，就是说多修习斋法，就这样子讲，就是说新的一年多修习斋法。那我就心里就有一点数了，新的一年不好过啊，灾难多，灾难现前才要修习斋法，认真要去修它。好了，那我们的1月1号，2015年1月1号有来参加的，是正好做最后一坛的。7年来，菩萨告诉我们，叫我们为家中的地震修7年救地灾度母的法，修了21坛，1年4个月，总为21坛的最后一坛，1月1号。结果做完了以后，如果有来参加的有听我讲，那杜牧说，你们不要只有修救地灾，今年的灾难很多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听到？应该要修什么？救灾难。救灾难就是地水火风空啊，还有这些什么这个传染病啊、疾病啊，种种的那灾难多多了。这个新的一年2015年，我说这个都做完了，救地灾怎么你现在才讲要我们做7坛？我要回台湾了，来不及了，没办法了。所以好像在这里做一坛，是不是？还是做我就回台湾了，就在台湾做7坛。我记得1月10号抵达台湾，早上到，马上就跟大家修早课1坛，马上就前往台湾的壮士信哈达。我记得信哈达，那哈达平常你们有信主祈者哈达的都知道，现在那里师尊把哈达接受了，然后往你的身上披的时候，他会做什么动作？拍拍头或拍拍肩膀，是不是？那我今年就是也是一样这样子拍，然后信了以后回过头说：“哎哎，就这样
叫我啦，我就赶快回头说，是的，师尊，看有什么要提示嘛。他就讲，小心啊，他跟我讲这句话，小心啊，啊，小心。那我就跟师尊合掌，谢谢。那我要再走，他说还有健康哦，啊，谢谢师尊的提示。那我就走了，那就开始了。那没有多久，就在台湾除夕又到了。台湾的同仁呢，他们就认为美国有这样子的签师，他们也想要试，想要得。我说好吧，就叫莲花法师把这些旧的再传过来，让他们制作，再放在气球里面，让他们玩啊。所以大家聚餐完了以后，就真的就开始了。那这一次我就想，我不要你们抓给我，对不对？在紫莲学校的时候，有人抓给我，那一个就是多修习斋法，我看应该抓其他好一点的，啊，结果呢，很多很多在这个天花板，我就指那个最远的，我说就是那个，后来他们说这个，我说不是那个，我就是要指我自己选的啦。后来人家就远远就一直递过来，那我就嘣，多休息再发，没有那么巧合的啦，没那么巧合，一共600-700张，就是这么一张。美国也是，台湾也是，这个巧合度100%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我就知道今年又失踪又在提，我就知道我今年特别要小心。这个所有的有形无形的太多了，这个干扰障碍太多了。我身为一个头，啊，把我攻倒了，把我杀掉了，那就大家群龙无首，就不要做了。就想到当年，我根本都还没有皈依真佛宗哦，只是告诉周师兄来到旧金山。那是我观落阴以后，同年之间人不一样。周师兄在我回到台湾2个礼拜，约好就要跟公司请假一起去玩。啊，我们带着小孩，他来会合，一起一个月在台湾好好的啊走一走。可是那时候我已经观落阴回来了，所以他告诉我，哦，我在什么什么时候回来，哦，飞机是几点到哪一个日子到，我就很直接的电话接到，就很直接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就说你不可以来，讲话都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，很奇怪。他说为什么不可以来，就是重复。我心里就觉得怎么我嘴巴变这样，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。然后他说那我不去，我去哪里，我嫁不起了，你去旧金山。莫名其妙就一直讲这种重复的话，自己也心里觉得很急，怎么会变这样，舌头怎么变这样。那周兄就听我讲话非常的奇怪，也非常的断然，就是绝对不准他来台湾，一定要去旧金山。他说我去旧金山干什么，他问我去做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回答找你哥哥。哎，这么年轻了，他哥哥住洛杉矶住10几年，才刚搬到旧金山没多久，所以他听我这样讲，哦，旧金山他哥哥确实是刚到，所以就来旧金山找他了。那一拍即合，他哥哥做土木工程师，他是这个建筑师，两个兄弟就合作了，觉得旧金山美国的机会比加拿大好，所以他就决定好谈，哥哥一直鼓励他 OK， 就决定搬下来了。这一切都是冥冥中的安排，我觉得老天，你现在回头去想很奇怪，才这样子哦，周师兄下来跟他哥哥讲定了，回去跟他老板讲，做了10年半，说好我要
到旧金山去，老板一直跟他挽留，还给他多少的股份，他说你走了我的 Y ounce 就断了，你是我的主力啊，老板一直拜托他留，要给他股份加他薪什么，就是说没办法，我一定要到旧金山，我哥哥一直叫我去，兄弟一起合伙做事业，人就是这样子，总是有新的契机，每个人就是想试。他老板怎么挽留都挽留不住，所以他就跟他刚辞掉，可是继续把工作做一个圆满。好了，有一天我就带着我大儿子开车走到那个博伟的上面的山上，就失去刹车的力量了，刹车踏不住了，咻一直往下掉。你要知道，你到那种山上一直往下滑，那种感觉没有刹车的这样子的作用多可怕，那时候就开始发生了，就是要我死啊，我死的今天就没这一切啊。你去回想走这一条路，原来以后的影响跟以后的因缘，以后的作为，我们那时候眼睛看不到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只是那时候去观落英，见到了很多活菩萨，整个人就不一样的感觉，然后就开始走上这一条路，莫名其妙的。然后车子一直往下堕，哈，刹也刹不住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第一次遇到啊，那就已经快到那个下面最底的波尾的车子，人啊很多啊，你就这样看着，哇！我大概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只是他眼睛啊，好像都不敢坐我的车，就是那一次刺激太厉害，啊啊啊啊啊，这样一直叫。我叫不出来，我只知道一直下去往下落。后来我想我要去撞车撞人吗？旁边都有这样两排的车，那我不如不要往下去撞，我去撞旁边的车，停止我的往下掉的这一个速度吧。一旦一个念头起来，就车子方向盘就转，就要去撞旁边的车，来阻止自己的一直这样子没有刹车的这个情况。所以当我在转的时候要去撞旁边的车的时候，哎，正好看到有一个小巷，一个小巷啊，可以往这样子进去的，我当然要走小巷了，不要再撞车了，人都是在反应，结果小巷要转小巷的时候，这个方向盘转得不够灵活，所以就车子就往这小巷的旁边的 curve 上去了，正好是一个玻璃的一个 building， 我就将车子往那个大 building 撞过去，然后我就看到里面就像电一样，啊啊啊！全部大家都在喊救命，闪啊，丢啊，跑啊！就看一部车这样冲过来，我也没办法，因为通通都没有办法反应做什么，就到了大玻璃的前面，譬如说这是玻璃，车子就整个。就这样啊，就只差这个指甲指头就停下来了。真的要回头去想这30年来的人生啊，没有办法去讲，没办法去形容，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说这一个人生是怎么样子来源。我停下来，我自己莫名其妙，然后就坐在方向盘前面坐着，那他们就冲出来 What's going on? What's going on? 我就茫茫的看着他们，怎么会停下来我也不知道，为什么没有撞上我也不知道，我通通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结果跟他们讲 No break， 他们说你下来你下来，因为洋人男士就帮我弄，哎，他开就有刹车，为什么刚刚就没刹车？就这么奇怪。我这一路上啊，真的太多，太多，太多，没有办法去形容。
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再回头去想，早就不要说出去有形的破坏，无形的早就看稳你以后要怎么样，就要stop你了。所以今年佛菩萨告诉我，写的护无片不要写得太远，每一年只求当下这一年就够了。你这一年什么年，今年哪一年，2020平安健康，逢凶化吉啊，或是灾病消除，你就写今年就好了，不要写那么远。哪有年年都平安健康的？哪有年年青春美丽的？哪有年年都 muscle man 的？不可能啊，你知道吗？年轻的 muscle 是往上的，还会跳哎，啊，像我们那个家的男孩子，那个肌肉都会跳的嘞，啊，肌肉练那个胸肌还会跳的嘞，好可怕，是不是？哦，起来还可以给你荡秋千的嘞。好，你看他再过个几十年，上面的肌肉就掉下来了嘞。你有没有看到七八十岁、八九十岁的人还很这样？很少的啦，他没有常常没有，很少的啦。这是真实话，这就是无常。不管你怎么样，不管你怎么样练习，不管你怎么样保养，不管你怎么样子的拥有，这个无常就是这么快速。尤其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。才记得年初，现在已经年尾了，啊！我刚刚在讲1月1号做旧账，现在已经12月几号了，啊 ！Christmas 要到了，你们难道都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吗？非常快，时间就像轮子，真的一直在滚呢，一直在滚，一直碾过一切，一直往前滚呢，都没停的耶。你时钟再怎么给它拨前面，你这生命就是一点一滴一直在消失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真的，我就觉得有时候真的。心里蛮累的，怎么累呢？每一天日子很快就过，时间就过。前一阵子有人推荐一个法师做上师，所以说法师啊，度500个人再来吧。因为你做法师你就度不了人，何况你当上师，更有那个架势，你还能去度人吗？你不开口去度人，众生怎么知道有这个宗派，有这个道场，有这个法宝？像这一次3万人的香港法会，有一个9岁的女孩子度20个大人来参加法会，都了不起。师尊特别在台上特别的赞叹她，一个9岁的女孩子。可以度20个大人来参加法会。师尊最后讲，你的父母很伟大，如果没有父母栽培他，给他这个观念，给他知道这个法门，这个宗教，他哪有资料跟这种心去传呢？9岁就可以传，不得了，是我们的宝。今天真佛宗要让他忘，一定要传，不要到你这里就死居了，就 close， 要去传的，要去说的，任何机会都要给人家知道的。否则就辜负了你这一世。我们真的是很幸运的一群，我们是真的很幸福的一群。你们这样子修，也许会觉得很浪费时间，觉得很累，但是告诉大家，有多少人钱花多少都还没有法可以换得来修的。
新加坡有一个观音庙很灵感，今年七月我们去新加坡，我们买着莲花贡品去，很多人一大早就念叮叮锵锵叮叮锵锵啊，在念经啊，什么什么拔杯啊、门杯啊，还有那个桶啊，康康康康，求签，很多人。妙行跟我就把贡品放上桌，走到最前面，跟观音菩萨、准提观音合掌，就看到准提观音在玻璃里面到处都念珠，哇，我那个手啊，这个念珠啊，哇，我看啊都很重啊，一定好辛苦。不像人家献哈达的布都是念珠，然后准提观音就讲话，就跟妙行讲：“你回头看看，看这些人。”妙行就回过头，满满都是人。这些人从早求到晚，从早拜到晚，都不知道有法可修。你看你们多幸运。求一辈子也没有办法有真正的法门可以自修得成，都是外求。你多幸运啊，你这一世多幸运啊，拜一辈子的观音，不是只有拜，还可以修观音法门，还可以念他的心咒，甚至家家户的土地公道，有土地公法可以修，有土地公法的心咒可以修，直接不是就一个柱子在那边求，直接用手机号码直接跟他联络了，多好啊！所以我记得当年观音庙，新加坡观音庙走到旁边有一个印度庙，很多人在那边拍鼓啊、唱啊、跳啊，啊，供养这个红财神。那我就跟他合掌，经过就跟他合掌，跟他说：“你好。”他说：“上师啊，你有没有看到他们？”我说：“有啊，他们在供养你啊，又唱又跳，又挂花，又牛奶又糖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你要跳几百世吗？才能够修到我红财神的法吗？现在印度多少亿人都知道 Ganesh， 家家户户都有，谁懂得修他的法？很可惜耶。所以今世的真佛宗的同门弟子太幸运了，太幸福了，这个福分不要随意就流失掉啊！而且要助人救人啊，要去传啊，要去给他们啊，不要自己就变成你自己了，不再出去啊。我们说了二三十年，东走西走，就是不断的传。那时候我每个礼拜，每一个月二三十个人的皈依表拿去给师尊，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，没什么。有一次师尊在加持就讲话了，每一个月能够度二三十个人真了不起。那时候我觉得二三十个人没什么，这个并没有什么问世很容易，这个、还觉得不够了。然后旁边就有一声说：“上师兄我也可以。”哇，什么的冤亲债主缠身灵写这么多我也可以。师兄说：“去写啊，去找啊，找谁的禅僧林，谁的冤亲债，谁的土地公啊，去找啊，写下来，不要制造啊，去啊，走出去啊，你会讲可以，你去走出去啊，去找这个人的土地公，这个人的地基主，这个人的什么家宅的，这个人的什么历代祖先，去找啊，这个人愿意这样子做啊，你都去啊，去外面找这些不是阳界的阴界都好，都过来啊，等你们呢。”我记得二十几年前，我那时候没有去意会到一个月度二三十个人皈依的名单是算作多，现在我明白了。真的，你们皈依多久了，也没有交出这个成绩出来，多少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我即使事后也是拼命的这样，我才知道不容易。可是不是容不容易，是你要不要去，愿不愿意去做，你自己的成绩单。我现在对我家的小孩要做什么求什么我都不写了，
哎呀，事业啦，学业都不要，今世做出成绩不白活，不白来，就这样。每一个小孩就是今世做出成绩，不白来，不白活，就够了。不要白来这一世啊，做出成绩啊，哪一方面成绩都好，哪一方面成绩都好，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信仰的宗教发扬，做出成绩，很努力去做。自己的家庭不要吵吵闹闹，自己的儿女不要又打又骂又怎么样，自己的夫妻、自己的朋友，在这一生当中做出亮丽的成绩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开车送来一个马师姐，她就讲，她有参加去年的一些讲座，什么都忘记了，就一个这个头痛啊，搭这个头。他说他有一天头痛到整个人躺在床上不能动，手都举不起来，没有任何家里都没人，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他就突然想到那一招拔头，他也没力气再做第二次了，就这样子拔头，力量也不大，就是头痛就好了。啊，真的很受用哦。还有一个才奇妙呢，还有一个师姐去当课后辅导老师，安亲班，就是人家下课完以后After school 的这个老师，小孩子啊，有一个小孩子好动，都不读书，每次什么成绩都是 zero zero zero。那妈妈付钱呢、啊，这个老师也教不来啊，动来动去，拍打来，跳来跳去，考试都 zero。有一天，他就把他特别叫来，坐在老师这里，妈妈一提一提的教他，结果他不知道怎么帮，他就想到八。画疤，画疤都是疼痛才在画的，他突然之间有个感应，观想观音菩萨放光照他，他的手变成观音手，他说老师在你头上画画好不好，小孩子不知道是什么 OK， 所以他在写功课，他就在他头上画疤，你相信吗？经过几个礼拜后，他的四科100都100分，就像观音菩萨划着船，千手千眼菩萨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有众生喊苦啊苦啊，在生死的轮回苦啊苦啊，听到苦啊就过去，可是要拉你的手你都不愿意被拉，没有力气被拉，旁边是苦啊苦啊过去，马上一拉他就马上翻上船就得救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你再怎么叫苦，你不愿意手伸出去或不够力伸出去，哎呀，别人已经在叫了，赶快先救那一些了，你再等吧，会这样子哦，生世的轮回就是这样子哦，把握哦，真的是把握，时间一过就没有了。今天要告诉大家一句话，每个人都要学习放下，学习放下，珍惜当下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常常要在心里反复，学习放下，珍惜当下，记住了，我们都要学习放下，不管是亲情，不管是爱情，不管是什么情，不管是什么拥有。我们有一个师兄开餐厅，10:30全部都结束了，太太啊谁还在处理什么，他就坐在沙发看电视，看了笑剧，哈哈哈哈，一直笑，一直听他在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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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果最后的一个笑声没有了，大家发现到哈哈哈哈哈哈，砰走了，这么好，笑死了，就这么好，就这样走了。47岁，他太太打电话，怎么会这么快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无常啊，我跟他讲无常啊，就这么快，随时随地就会发生，
你如果不学习放下，走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。我就搀住他，他在棺材旁边，我现在怎么办？上次你告诉我现在该去哪里，我回不了家，我去家没有人认识我知道我，我现在怎么办？他问我怎么办，因为他就皈依，他没有修啊，他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有众医生教他咯，能怎么办？生前都不懂，时候教要花一点时间咯，那他还放不下，还要回到餐馆了，他老婆怎么办？怎么料理这个餐厅？是吧？乱七八糟的，他一死乱七八糟的。每天到餐厅也没有办法拿铲子煮菜啊，外面人家等急得不得了，在厨房里，叫员工也没人听到啊。你死了，你没有形体了，跟你无关了。所以这个学习放下是要很长的一条路，你一定要非常的坚决，不要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，不要这个还留着未来有用，这个怎么样，通通你无常一道砰就这样没有。学习放下，珍惜当下，你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就像我，腰骨不好了，走路不好，都怀念健康的时候。以前哇，年轻健康的时候，三步当一步啊，跑跟跳，一下。所以我刚刚看到几位师姐行李拿过来，我说千万不要这样。我那时候就以为自己很健康，很强壮。哇，每次来都是几袋几袋这样搬，你看现在我这样骨头里是那么多袋，你们都看到了。不要钱啊，既不要钱啊，就利用我们的这样子搬运工啊。但是你们有两个三个台，我以前三个小孩抱着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哎呀，这都是压迫我们的骨头神经啊，很容易受伤了，这都是要懂的观念。今天跟大家结缘，希望大家尽量尽当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，学习什么？好，我讲一二三，你们讲一遍，一二三。学习放下，珍惜当下。好，这句话永远记得。当你放不下的时候，马上。想这句话，放下不是马上来的，是要学习的。那我们一起来，让大家这一世做出成绩，不白活，不白来。谢谢大家，一切吉祥，嗡嘛呢叭咪吽。